调整好，会慢慢好起来。两侧，然后跟后面一点点。好像我看到你发一个药包，那是去看医生。对，看医生，对，促进食欲的药。林湘压力大到鬼剃头，平均日工时18小时，睡前仪式是吃鸡。如果可以茫茫人海见面，你也相遇，月光下转身，那就是你。终止乐天桃园啦啦队林湘27号举办与你相遇签书会，不能相爱，至少要来个相遇吧。But 跟上周签书会的战幅相比，林湘保守许多。被问及是否因为网络舆论压力山大，他只回应有一点。因为我的去年当啦啦队，比较多人就是比较多黑粉不支持我，但是他们最后都会私讯我很长一段说，哎，我一开始没有很看好你，我觉得你跳舞跳舞不好，但是我看到你的进步，就让我觉得，哎，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这样子给我这样子的回馈，觉得哎，影响到自己，影响深刻。林湘平时的生活还好，因为你自己嘲笑我大量露台气候，还可以，就是让我自己的心情好一点，加上我刚好就是食欲不振，是工作量太大吗？还是？我觉得算真的是因为睡眠不足，睡眠不足。对，他最近就是工作很满，他8月刚好只有休2天，我们就算6天好了，到晚上12点，或者是晚上18小时，对，他工作平均都在14到18，因为他还要直播什么的，就之前可能会滑手机、滑社群，滑到就是天荒地暗，但是现在就是可以睡觉时间就赶快睡，也不玩手机，就戒掉这个睡前。玩那个社群的坏习惯，就玩一场游戏，然后就这样。就最前还是会吃鸡一场这样。放松一场，就是一吃鸡的 OK。开心可以睡去。舒服了，然后就好了。OK。最近比较累，他们团队环境，他们应该也更累。有机会的话会有想挑战，再考虑一下。我以小时候算是跑步比较快，就是跑铁或者棒啊，或者长跑道那种。但现在有点不确定，但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毽球，就是大家一起玩的，或是带式橄榄球这种，就是比较像是团体的活动。我不太喜欢一个人去背负这个战绩，我喜欢大家一起努力拿下成绩。不过我现在看到他们的训练，让就有点吓到我，太硬了哦，真的很硬，他们真的太辛苦。有庆幸没有加，是没有啦，我倒是庆幸呀、啊，就是觉得啊，辛苦辛苦他们。我觉得他不凶，很霸气，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心很软的。对训练是蛮要求的，然后对于时间管理这个方面，就是尽可能要求大家要守时。最近也出了那个日本的那个电子写真嘛，等于是继圈圈之后，然后是第二个这样子的心情。小哥觉得哇，很开心，就是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。就是参与这样的拍摄，所以林湘会日文吗？こんにちは、私はみずきです。みんな大好きだよ。我喜欢大家。林湘，林湘。空气真香，林香，林香，真的好香。